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妹妹，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个 Lowell 的马鞍包。大家看到这个 size 就是一个 mini 的 size 的，大家都看到跟以往不同的就是它的带呢就是用了一个粗的布带，它这条粗的布带其实都做得挺漂亮的，它前面的刺绣都会有 Lowell 的字在这里，其实它的背后呢就是做它的本身 logo。 其实这些位置呢其实都是非常之特别的地方来的。介绍回个袋啦，这个呢就是一个 mini 的 size， 它是一个浅蓝色，它是偏向一些雾泥蓝的颜色来的。它整个皮呢都是用了牛皮，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呢其实它都是非常容易开的一款袋啦。其实下面有一个位置磁石位，你揭起你拉上来其实就可以打开的了。虽然它是一个 mini size， 但其实它内笼都不小的，它内笼都摆到一部电话。其实它这些位置呢都是比较阔身，其实你说摆放其他唇膏啊纸巾那些都没问题的。还有它这个设计呢其实都比以往那些是好了的，因为其实它这一条带，大家看到这个结尾条带呢其实它是可以给你预翻松一点的位置，你大家就摆嘢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多了的，即是没那么逼咯个空间感。另外这条肩带呢其实都可以拆返落嚟，如果你是喜欢用它的皮带的话呢，有身皮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拆落嚟换返啦。咁呢个颜色呢其实都系比较之少有嘅颜色嘅，咁如果鍾意嘅话呢就快啲落嚟我哋名字度购买啦。咁马鞍呢啲类型呢其实佢好多牌子都有出嘅，咁Lowell 嘅款式呢其实就会比较后生啲。咁依家咩上身俾大家做个参考啦。咁另外呢其实佢肩带上面呢都仲有一个可以校嘅，因为平时粗带呢其实都系逼死咗一个长度嘅题。咁佢呢一个咧就可以俾你自己调校翻合适嘅长度啦。咁呢个袋咧你可以放翻单边咩嘅？咁大家可以拉翻，如果斜咩嘅话咧，咁大家就可以拉翻长少少做翻个斜咩。咁呢个颜色咧，其实系非常之适合夏天嘅。同埋佢呢只蓝色、浅蓝色啦，即系雾泥蓝嘅色咧，撞翻金球其实嘅个颜色出嚟嘅效果都系非常之出嘅。咁我最欣赏佢嘅地方，咁当然系佢嘅肩带啦。佢条肩带其实系非常之靓嘅。咁唔知道今日嘅介绍大家中唔中意咧？咁中意嘅话，记得 like 我哋呢条片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啲朋友。咁话俾佢哋知，我哋名人赞其实都定时会翻唔同嘅新货嘅。咁想留意更加多嘅资讯嘅话咧，咁可以下载我哋名人赞 app 啦。咁有啲咩问题都系直接揾翻我哋嘅。咁今日介绍系咁多啦，拜拜。